牛肉你太多了吧？牛肉你半多是怎样？哇，这看起来有点合哎，超他妈好吃，对不对？好好吃。4.9就超过了，10,000多评价还有5星。好了，马克，和你们聊，今天超冷的。我已经搬来台北1个月了。今天阿杰上来找我，因为我在过年的时候送他一个 Porter 钱包，他说他带礼物来给我。庆祝我的新居落成，我跟他约在西门町见面。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好可爱啊！叫叫叫！好久不见啦，好害羞啊！其实没很久啊，2个月吗？没有1个月啊。很快啦，3个月不是才见吗？你以为我们很久不见，但其实我天天都见到你。为什么？影片里面呢？啊，你剪完了吗？哎，没有，每天都在看，你看100次了，真假的，看的都快吐了。你看100次好不好？感动啊，我上来找你哦，开心吗？感动啊，我已经在台北住1个月了，整整满1个月了。我其实蛮那个，你不是说当天上来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说要上来陪你的？然后后来看到下雨天，算了，不要去了。妈，你懒猪！我以为你今天要放鸟我。没有，有一点点，因为你说你太累了。因为下雨啊，不觉得看到下雨天就完全不想出门吗？我真的每天都在下雨。对啊，但我还是要淋着雨去买便当。啊，你没有叫啊？哦，你现在截取。我现在怎么可能叫那个凯子啊？凯子战队啊！好笑、哦。你现在都走路去你家最近的便当店买吗？没有，去自助餐店。我都在那边自助餐店。要不然你是只点了菜跟？那家真的超便宜的，我每天都吃同一家。就你上次po那照片那个吗？对啊，每天都吃同一家。60多块啊！今天要吃的这个餐厅吃到饱，可以抵我10餐。那你这样还好吗？会不会接下来10天都不吃东西了？没有，只是我等一下就要去吃到顶10天的分量才足够。啊，在这里啊，就是蒜和，这里吗？蒜乐和牛啊，3楼，这里3楼，这里吗？啊，爬了35层楼，终于到了，这是今天我们要吃的店，蒜乐和牛。啊，我们再给你们。你想吃哪一个？啊，这个是，就像午餐是这个价钱吗？对，上面。那就7699啊！啊，6699。它有需要加点海鲜吗？海鲜要吗？那我一个白虾好了。白虾。我们好像很少单独吃东西耶。有一点少。这是第一次吗？没有吧？我之前去那个找你啊。竹东。我之前去竹东找你也有一起吃东西啊。对对对。好啊，去装东西吗？我们一起去吗？应该没差吧。来杯啊！我要这样喝，可是我不能这么放纵。我都来吃这个了，但我不能那么放纵。好了，等一下可以喝一口好不好？好，等一下可以喝，浅尝一口。对，我烤巧克力哦。你该不会是要选择无糖系列吧？这不是你的 style 哎。我觉得无糖可以耶。那你要喝什么？好啦，我喝一个黄金乌龙茶好了。哎，这是有糖的。那我喝这个好了啦，这个。我想喝这个气泡水。好健康哦。哎，我看到了，后面是这里，后面是制作金箔的地方。这里啊，后面是制作金箔寿司的地方，好可爱啊！我想吃这个，这是什么花枝姜？花枝姜怎么装啊？直接这样装吗？应该吧，因为这边是不是我找的碗，没有碗。对耶，你们这是碗，是吗？直接这样，直接这样装嘛，应该没差吧？还能要多讲究？我想吃这个花生麻薯。对啊，感觉很好吃，每个都想吃。这感觉超好吃的，一超麻。好多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你们用那个眼神看我。这刚才说要减肥的，这个吗？这什么啊？对啊，吃2个就好。康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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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奴，你怎么开始吃起来了？都还没看。好，你先开始。我想帮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吃的。吃到啊，这是什么？这是黑松露炖饭配
个黑河牛咖喱。吃到饱之前就先来一碗咖喱饭。我想说你也想吃，我才装的。很优秀。今天这样，喂，我们是选699吃到饱。对，哎，其实699算是很多料了，你看它有这个。觉得超多。我们最喜欢吃的一大堆关东煮类，知道很多白菜类。菜盘。是要点的，我好像是一盘68吧。68，便宜啊。那么便宜，对。附赠的鸡了，这鸡是加进那个花雕的，对，花雕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一个是花雕，一个是养生，可是不知道哪个是花雕，哪个是养生。长得很像。我要喝最后的可可咯。我想喝。我给你喝一口。喝一口。超甜。我帮你擦手指。谢谢。金箔寿司是他们说什么？说一次整点一次。可是我们今天价位是高的，所以可以无限点吗？确定吗？可是他刚说整点一次啊。你看，你看这个699，它只有写一碗嘛。那如果点699的话，就写后面是饭。那点一次应该是无限吃，无限的意思吧？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这个餐是可以无限吃这个金箔握寿司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险棋。为什么？你说饭吗？太多饭了，拿一个来吧，兄弟。我也想吃一个。我手好烫。真的很搞笑。我再看。超他妈好吃，对不对？好好吃，嗯，好吃。它上面那个明太子很像美乃滋的口感，但没腻。牛肉米太多了吧？牛肉米饭多是怎么样？牛肉真的是刚刚好，嗯，炙烧的刚刚好，完全刚刚好。哦，好了，先来。先一个洗碗，先修蛋鸡嘞。好啦，直接先上个重的牛舌。我也想上牛舌，给你下就好了。下加五下。很酷啊，牛舌只有四片，好小哦。哎，等一下好吃，我们可以去。但是你是吃那种全熟的人，应该不是吧？我吃超生的，我知道。吃全熟是某人，比如说谁？阿黛每周吃全熟，吃全熟，每周吃全熟啊。他超怕吃到生的东西，哎，我了解每个人的爱吃喜好。真的吗？只有你的我不了解，因为你好像没有讨厌吃的东西。有啦，我也不喜欢这东西。我要吃牛舌了，你吃了吗？哇，这个 OK。它没有那种非常嚼劲的感觉，我觉得没有那种牛腥味，我很怕吃到牛腥味。我很喜欢牛腥味。没有，我很怕吃到牛腥味。它真的不知道什么厚切牛舌，但是对，它不是厚切，所以没有那种脆脆嚼劲。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可是还是很 Q。哎，你蛮会找的哎，不错吗？我跟你说 ，Google Map 超强的。对啦，我会找到这一家是因为阿杰说他上来找我吃饭，但我就想不到要吃什么，我想说。既然不能吃烧烤，那就吃火锅，至少比较瘦一点点。我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是在 Google Map 找了一家，这家竟然14000个人去过，然后都是五星评价。对，五星，超扯！我真没看过五星这东西的，通常都是那种4.8就觉得。4.9就超高了，一万多评价还有五星，高到人家怀疑是不是被洗出来的。我也怀疑这种洗出来，可是你看中午这个人潮你就知道。哎，对，今天是星期三的中午，竟然星期三的中午，满人，觉得是，我想先休蛋鸡，真的好夸张哦。哎，我刚把那个瓦吉烧煮到哪里啊？看一下，应该是那边超多料。哦，它竟然爆炸，它就会产生很多花生在里面，会有淤血。好吧，现在假装满足吧。我前半找那个，我也怕它爆炸。应该在这里啦，你猜？
没有哎、欸，没有哎、欸，还在这里啦，还没下啦，还找那么久。那我们今天下次是纽约客。你开始走介绍路线了。纽约客。但我不懂纽约客到底是什么。纽约客是比较瘦的吧，我猜。没什么那个。没什么。我以前都以为吃越多脂肪越好，自从健身之后我知道不错。所以你健身、欸、到现在有什么成果？哎、欸，我已经瘦2%呢，好猛哦、喔！那目标是多少？目标是20%，现在24%呢，体脂肪。20，你要瘦到20。我目标是20体脂肪。那你现在是？现在是24，原本是26.8。快到了。不是、啊，还只是2-3个月而已，什么快到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这成果，算不错吧？但是一开始会比较快啊，后面会进入瓶颈啊。是啊。哎，现在又来放纵，等下更瓶颈啊。我跟你讲，就是要这样放纵，不然你会很痛苦，然后你就会突然间放弃一切就暴食。其实我最想吃的应该是甜类吧。健身最想吃的应该是甜的吧。你说甜点那种？对啊。不能吃吗？完全不行。不太能吃。然后我想说，你要我去吃甜点呢？他在吃什么吧？无糖豆花搞不好可以。豆花有味道吗？感觉超难吃的，没有味道。汤蛋，你们看蛮好吃的，可是比较一般一点。嗯，有点算嫩。它是和牛吗？哦，纽约客不是和牛。应该是和牛吗？那好吃的。好啊。极黑。哎，这是什么？是那个极黑和牛。哇，这看起来有点合哎，因为它的油花香分布还算还不错。然后他们那边都是美国和，不然就是那个澳洲和，不可能是 A5 日本和。那应该是再加个1000上去吧。6999。对。不过你现在每2天要练一次，还是2天？健身吗？健身的话，我现在是一周练两次，一次大概1.5小时吧。一周两次哦，应该很。轻松，我开始也这么想 ，almost die。你是说练完的隔天就差不多快挂掉那种？就是很酸呐、啊，一开始很酸呢、欸，一开始练的时候，哦，背超酸，腿超酸，尤其是大腿超酸，但是我又酸，然后酸了大概2-3天这样。但现在练完隔天，感觉好像没什么事了。现在已经没感觉了。体能上升的很快、欸，哦，体能上升超快的、欸，我觉得有找教练有差、欸。你知道差在哪里吗？是你天气冷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去？不缺德吗？会骂人吗？不去你就浪费一堂糖素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呢，找教练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天气冷你都会坚持去，因为毕竟花了钱就对了，不会偷懒。妈，那天冷到只有7度，然后健身房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练，这是我朝思暮想的花之家。他就会开吗？等一下，好像还没煮到很熟。是吗？你好像还有点液体。是冷的吗？里面？这是一场意外。那你健身房也在你家附近吗？嗯，有一段距离。要坐2站。啊，是哦。是因为想要的健身教练刚好在那边吗？还是说这样？啊，不是啦。西门町这边应该超多的吧？嗯，会找他是因为他。他也是明星科大的，以前我们认识啊。你以前认识吗？跟我一起读硕士班的。哦。跟我一起读那个硕士先修班的。那他后来有去读硕士吗？他有读，他去美国。我大学的时候本来要去美国读硕士的，因为我爸帮我报名的。他为了要矫正我的歪风，你知道，就是很歪的歪风。他帮我报名硕士，我在那里认识很多人，就最后我就跑去广州。所以他是有去美国，然后我没去，因为我翘课翘班，应该说翘班机吧，直接收拾行李去广州。那你说翘班机是指那个时候是2-1吗？嗯，不过我觉得我当时去美国的话，可能就真的是彻底放弃了。会觉得，就觉得彻底放弃。毕竟那个环境可能就可能会想说想去一下地方。对啊。你现在可能就是做什么工程师。就是继续留平头啊，继续跟你一样留平头。所以你那个同学从美国回来就是当健身教练这样子。小蛋子嘞，马吉烧超好吃。你要煮马吉烧哦？
你要吃吗？不要。环境烧烧，快高潮了。蟹肉棒，我就喜欢吃蟹肉棒，只吃一根就好。蟹肉棒感觉通常都不是真的蟹肉棒。对。嗯。很好吃。哇，虽然不是真的蟹肉，但是每一家的那个每一家的做法不一样，它那家就是根根分明的话，就是在80分以上。所以如果全部连在一起的是算低分的，就是不及格蟹肉棒。可是有些连在一起很软那种的。不行不行，蟹肉棒就是要吃嚼劲，就是要模仿像螃蟹的口感。而且全部软软的零分，就是不新鲜的螃蟹。它本来就不是。啊？什么？你的健身教练啊，有叫你在家自己练习、自主练习吗？没有哎，他觉得这样会。就是只要两天就好了。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受伤，所以就没有。是哦。嗯。那他有跟你讲哪些不能吃，哪些可以吃这样？我有营养师。你还有营养师？哇！你会觉得太夸张？有点夸张。所以他一周菜单给你讲什么？还是说？不是一周菜单，他说叮你每天吃什么？你说传赖吗？传赖啊！你每天都传那个啊，传给他。我吃了什么东西？对。那如果吃了他不喜欢的，他会痛骂你吗？不会，他会说这周再加油喽之类的，很温柔的提醒你。太温了吧？那这样我没吃啊。应该要凶一点啊！你他妈给我再吃看看这样子。不是，因为他女生啊，女生也是很凶的啊。就是他会提醒你说，哎，你这个蛋白质要再补充一点哦，不然就是淀粉有点超标哦之类的。他看图片就知道了。他帮你计算啊，每周都会有报告，然后每月会开一次检讨会。哇，其实是一个月两次。检讨会的时候就要量英巴比这样子吗？还是是每英巴比是每个礼拜量？每个礼拜都量。蛮严格的，蛮 stressful 的。我想再吃寿司，你要吗？啊？不行吗？寿司我先不要好了。真的吗？寿司不哦。寿司我先不要好了，因为今天吃很多火锅料啦。那我要个鱼。低呀。好，再帮你点个牛舌好不好？再帮你点牛舌。牛舌一样四片就好吗？四片就好了，我们再吃虾子呢。其他肉先不要吗？其他肉我们先吃完这个再说，不要浪费，它上很快。那我是先点这些。它几只啊？六只，68块六只，还蛮划算的。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好的。哎，这是我看那个选美比赛，但看起来超难的哎，那感觉我去查，然后我去看第一届那个。都很厉害耶，很可怕耶，那些人超难的啊，那些人感觉超高超会的，真的超每个都超会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自己是这样想，反正那时候失败了，我还是能得到一些什么啊，就是至少我身材变很好，然后英文又很溜，然后又会讲泰文、啊、对，你现在学英文嘛，对啊，我现在学英文泰文，这样子你等于说你会了三种语言，然后身材又超好，然后变超正。嗯，这也是种进步。对, 对, 对啊，而且可以拍了，全记录大概可以又拍8支片吧。可以可以，我还不止。你点三个寿司，阿杰 ，Are you sure？ 这三个都是阿杰点的寿司，来了 again。阿杰，你跟吃三个寿司。你是寿司控吗？真的很扯，你可以放上面啊，放会收走。好吃哦。哪一个口味比较好吃？这个，我觉得。因为它松露其实不多，没感觉。对。明天只能有感觉。嗯。哦，好。它虾很新鲜。是好剥那种的。嗯，好剥。然后虽然小但是很新鲜，不会是单点。但是如果是那种吃到饱放在那边，一直给它冻，它就会。比较好剥，通常都是对，比较好剥就很新鲜。哎呦，懂吃啊！拜托，吃了30年，总该懂。懂吃，懂吃。你知道我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冰淇淋。吃啊！你看后面几个口味，24个、8个、10个口味给你吃。回中冰淇淋。
你要当冰淇淋啊？你要吃吗？我等下吃，我先吃完这个。他想吃点冰淇淋，那也吃肉。好啊，可以啊。你要换装吗？你会装吗？我可以啊。要帮我装？会很硬吧？那你帮我装。他说那种很硬。你看看。我以前在冰淇淋店打工。不是冰淇淋啊，卖过冰。你是真的假的啊？我妈每次都讲这一句话、欸，可是你妈不是真的有去，我妈是真的有在冰淇淋店打工。我也是真的啊，没骗你啊。你是真的假的啦？真的没骗你。你要吃什么口味？你看一下有什么口味。所以我会应付这种。吃牛奶，一点点就好吗？是，不用。再一球这样那种。一球好了。我想吃红豆，这样来吃就吃到爽。那我可以用这么完美的原型。哦，真的哎。可是没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啊、那你要棒的还是一球一球啦啦太好了感谢阿姐那没有吃冰淇淋的一定超好吃的不管是什么牌子都好吃好吃吗？超甜的，超级好吃。健身一个月吃冰淇淋，感觉跟任何牌子吃的跟哈根达一样。哎、欸，我要先给你礼物吗？礼物吗？等一下，我期待哦。等一下。超实用的哦，一定超爱的。看，哦，好烫。阿里亚豆，有点紧张，这到底什么礼物呢？感觉摸起来软软的。阿姐，礼物拿到了，快打开。软软的，非常实用。麻薯吗？适合你在这边生活。围巾 ？No。手套 ？No。这什么？我摸起来，这是鸡呀、啊？这是鸡吗？对啊，是鸡啊。哒哒。什么？怎么用啊？你知道它有什么功用吗？它什么功用？它是装饮料的手提袋耶！啊？你知道怎么开吗？在这样旁边有个拉链。装饮料的手提袋，旁边有个拉链。天哪！你们这样吗？对。然后里面可以拿出袋子，你看。可是那它本体怎么办？本体就是挂在上面啊。哦，它是这样子，然后一定要装在这正中间。对，就像这样子可以这样装着。不要装箱，哦，是不是很好、哦、蛮可爱的？而且就收纳就变成一个你的装饰，那很好吗？哎，这样就不用买袋子嘞。对，所以收纳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说啊，这个超适合你，因为你就不会带袋子的人。然后这个又很可爱，对，不用的话就把它当做。你要吗？还是啊，什么东西？你要买吗？还是我买？我想买。你没有钱吗？我只剩下700块。没关系啊，我给你啊。我买啊！不行啦，我原本你有700块，请你吃这一餐。不要了。那我给你1000。1000这样子，我们是多少钱？没有我付，然后你给我700。给我700，不要，没关系啊，我等一下再给你，好不好？啊？什么意思？本来就要请你吃这一餐的。真的？你太佛了吧？好了，等一下唐吉诃德也请客好了。好、哦，你说你还能给我1000呢、啊？对啊，我等下给你。你这样再算一个人10块钱。哥哥鸡饮料袋。哎、欸，来吧，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不是，他挂在他包包上就很适合。放在这里。喜欢吗？喜欢啊，感觉蛮方便的。虽然我现在很少喝饮料。对，如果你改天我喝什么无糖茶是这样，无糖绿啦，无糖绿啦，就可以拿来用的。可是它这样会被弄湿吧？其实下雨天就会一定啊，加减。不是，其实它如果装饮料，然后它在饮料旁边，然后就是它背就是很湿，很潮，找湿疹。请勿挑雨病哦。也是哈、哦。对啊。好啦，谢谢阿姐，请我吃饭还送我礼物。我呀，这么辛苦。不过你用的是我送你的钱包。哎，你要不要看一下？自己都没有摸过吧？对啊，我连摸自己没摸过。哇，很好看呢！看啊，波特绿色的，就是因为今年我
我送阿杰新年礼物，因为上次去那个什么露营，我看到他的皮夹已经 ，Oh my god， 也没有很惨吧，还好吧 ，Definitely like the trash。知道现在你第一名是什么？让我猜，寿司。寿司对，第一名真好吃，可是我已经吃到饱了，那个真的是吃四个下去好可怕。肚子都是饭的，你知道吗？那个饭的。那你肉类第一名是什么？和牛吧。牛舌。啊，对，那个牛舌。还有什么？其他就没有特别记一点的，现在都有点像。其实代表说没有特别难吃的啊，就是都还不错，品质有在那个上面。什么意思啦？这个肉不会说一夹起来就，然后有些不是夹起来是可能散掉啊那种，可能就是那种冰肉会烂掉那种，然后拿出来给你吃。699，这品质很好哎，难怪会五颗星。那装潢跟那个食物都很不错。嗯，通常这样子的装潢的话，就会食物就有点差 ，low 一点，有点 low。放了这样子的装潢不是火锅，是那种寿喜烧。对，那肉类就会比较，因为寿喜烧毕竟酱盖过去什么都好吃。对，对对。都是那味道。好，这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寿喜烧业配请找我，一样好吃。没关系，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寿喜烧秘诀就在这里。